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像会晤。普京开场发言时话：俄中关系系21世纪嘅真正典范。佢唔同意将奥运政治化，期望北京冬奥以最高水平举行，期待出年2月到北京出席冬奥开幕礼，并同习近平见面。习近平就对普京反对任何人离间中俄关系表示感谢。 中方早前話期待透過今次會晤增進互信，推動戰略協作，穩定國際形勢。今次係兩國領袖相隔半年，再次透過視像會談。